是不是你的电话啊？今麦找到我人，真厉害。喂，你哪来对我这好？拢安排好啊？安排。 你有给我安排代志吗？你平常我伫讲啥，莫甲我创治好无？好啦，我已经安排好啊。我做代志，你阁袂放心吗？我等下即马伫内面泡汤，你会当你去找伊啊。即个叶志成很正，你都爱创哦，你一定好好把握机会，将我等下支持叶志成的路，一届甲传互你。你听我安排这个机会。 我有讲过啊，我有帮夫运。只要我伫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互你坐去你大业集团的大位。是讲，你是毋是爱好好啊，甲我说多些？嗯。什么安尼啦，雪莉。 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依然是安尼，你得证明给我看。等等嘞，这个不是我阿爷红酒呢。 是毋是你的电话啊？即马找到我人，真厉害。迄个骚风，你竟然利用雪莉把给阮爸两个搁禁伫即个时阵偷来暗去，可要安怎教死你？想啊！ 部长，你找我啊？还是要找少峰？哇，这么大风哦！加工三分哥在啊内底，三分哥。